明天 A 股不要怕，人民币破七引发市场巨震。但我要告诉你股市的真心话了。那哈喽，大家好，我是技术派焦育新，一个十年缠论技术研究的老技术派。今天呢，给大家录制一下五月十八号的收评视频。那话不多说，新进来的朋友记得点个关注不迷路，以便后续验证我的观点。老朋友记得扣六六六，长按点赞，正能量支持一波。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市场传来的重磅消息。 那接下来我们看消息一啊、呃，这个英伟达提到了人工智能下一个浪潮啊，将是具身智能。那英伟达首席执行官在二零二三的这个半导体大会上强调了英伟达加速计算和 AI 解决方案在芯片制造当中的潜力。他认为呢，芯片制造是英伟达加速和 AI 计算的理想应用。那么展望未来，人工智能啊，下一个浪潮将是具身智能。 那人工智能呢？最近有所回暖呢，主要是 CPU、AI 服务器算力端的大涨。那主要是 AI 服务器的涨价，有媒体呢也提到了，这个不足一年呢涨了近二十倍啊、呃，非常的离谱。那美股谷歌包括这个微软、英伟达呀，也是同步创新高，对于 AI 概念呢也是提振。所以呢，最近我们发现人工智能。 和前期的这个强势调整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发现这个人工智能最近的表现非常强，尤其是今天呢，我们发现之前深度调整的这些高标股啊，最近呢又出现了一波涨停潮啊。所以的话，我之前就跟大家讲过，我说人工智能呢将迎来一个什么呢？一个非常强有力的一个爆发的，而且人工智能它的强大的一个基本的预期啊，现在因为全球都在搞嘛，对吧？ 因为现在人工智能随着 ChatGPT 出现了之后，人工智能的三级跳已经完成了跳跃，对吧？那人机交互的这个智能交互啊，已经达到了一个巅峰。但是现在呢，又冒出了一个什么呢？巨身智能。也就是说，现在整个的这个特斯拉现在也在研究什么呢？这个马斯克也在研究机器人啊、呃，而且这个机器人呢，已经完全。 达到了一个人工仿生智能机器人的一个高度，实际上来讲呢，就是这个英伟达提到的具身智能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呢，整个的人工智能最近的表现呢，我觉得呢，将进一步的激发什么呢？算力和芯片，对吧？今天的 CPU 已经强力的已成为了领涨的板块，对吧？但是的话，大涨之下呀，一定会有风险。 我们要小心啊！熟悉我的铁粉应该知道，焦老师呢从来不追涨。我比较跟大家喜欢分享的模式呢，就是抓龙回头和做抄底，对吧？你像我在五月四号分享的汉语集团，进来的话也是迎来了近二十厘米的高度。五月十号分享的新能源中天科技，同时呢也有 CPU 的概念，抓在了最低点，也是连续性的逆势上涨。那五月六号分享的券商板块同花顺，对吧？那么。 今天呢，也是迎来了十厘米的高度。我在收盘后啊，还会为大家分享三批我看好的白龙马。啊、呃，我选择的呢，都是底部掘金的技术形态，性价比非常高。那么铁粉们记得准时去看。新粉丝还不清楚在哪里看我文章的，我再讲一次。 大家平时在手机上经常用什么和你的亲戚朋友打语音、打视频、发红包的？在那里呢收技术派交易心，记住六个大字，多一个字少一个字都是冒充。关注我的文章就可以看到了。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条消息，那最大的这条硬核消息啊，就是离岸债岸人民币对美元双双破七啊，这是一度引发了市场的巨震。 那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跌破七的关口啊，这次啊，除了美元指数的上行的原因之外啊，也是我们国内的经济的数据表现呢不及预期，人民币的存款利率走低呀、啊，也是导致最近人民币汇率疲软的一个比较大的因素。业界呢也是分析，今年的人民币双向波动的可能性会更大。 所以的话，最近市场的热度全在人民币破七的这个这个市场的焦点当中，对吧？这也是导致了昨天为什么大 A 股的下杀，港股呢更是尾盘大跌啊。那么对于我们 A 股而言呢，人民币的贬值啊，它利空的主要是金融、地产等板块，因为什么呢？外资持有的比较多呀，容易砸盘。但是的话，我们这些中小板啊、呃、小票，那外资呢肯定不会买。 嗯，关起门来各玩各的，对吧？跟汇率呢就关系不大。另外呢，人民币破七呢，对外贸企业呢反倒成为了利好。所以呢，我们觉得呀，不用悲观，利空只是相对的，不要自己吓自己。从历史来看，去年的四月份，人民币呢就有过一次快速的贬值，那 A 股五月份呢也出现了一波快速的修复行情。之后呢，七八九呢又贬值，结果十月份又迎来了一个快速的一个修复。 所以呢，短期啊，我觉得会有影响，但是中长期呢，我觉得问问题不大。随着马上这个美国债务上限的问题解决，对吧？所以呢，这是市场传来了两条重要消息。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外围，美股呢，昨夜三大指数均涨一个点，那么地区性银行股呢也是普涨。 那投资者呢也是期待债务上限的谈判，避免出现灾难性的违约。那拜登呢也强调了啊，美国绝对不会出现债务违约啊，这是他的这个表态。那热门的中概股呢也是涨跌不一。今天呢三大指数唯独上证表现翻红。那盘面上呢就是 AI 概念全线出现反弹，那 CPU 呢也是啊集体爆发。 整个的表现今天呢，还是还算是不错，对吧？人民币破七呢，并没有对今天整个的市场造成巨大的影响啊，所以的话，昨天的 A 股已经消化掉了。那明天呢，这个整个的一个周五啊，大胆预测啊，首先的话就是目标收震荡阳线，那低位十字星啊，也是作为行情出现的标志，所以说明日 A 股的表现呢，我觉得是可期的。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技术面。 那大家看，昨天我就跟大家讲了，我说这个行情啊，总是多空玩反转，对吧？那之前呢，这一波行情是一路的下杀，正常的这就是空头，但是呢，一根阳包阴长下影呢，已经把方向指引了多头。那最近两天的话，我们发现这个行情又下落，所以说呢，导致啊，大家很迷茫，到底是多头还是空头啊？ 对吧？你想看多的时候，你想看空的时候呢？结果它就给你来反包阳线，所以说呢，给大家弄的呀，真是一头雾水啊、呃，心力憔悴。但是我们要明白，整个市场的格局从空到多再到空的过程当中呢，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微妙变化。什么变化呢？第一，强势的阳包阴这一点的话，我们是要强调一下，这个叫多头信号的。而且呢，我跟大家讲，我说前期的低点支撑位。 上方附近出现的止跌啊、呃，再加上阳包阴，所以说呢，这个止跌信号是比较明显的。我们能看到了，那前两天为什么连续性的下跌呢？是不是这个行情又走坏了呢？实际上啊，它就是做试探，怎怎么来试探呢？来，大家看一下，首先阳线的下边框的实体有没有被跌破？这是第一个试探。那这个试探呢，就已经表明了什么呢？ 多头的实力非常强势，并不能让空头下探到实体阳线的下方，所以说呢，也能看出多头的力量。而且昨天呢，收出了关键的阳线十字星，对吧？所以说今天整个的行情拉升啊，我觉得没有太大的问题。同时呢，又迎来了一个关键的信号，什么呢？底分型结构构建成功。任何行情的大跌的底点和。 大涨的顶点，那么都是由顶底分型的顶和底来构成的。所以说呢，这个顶底分型它就能指引出一个方向，对吧？那实际上来讲呢，这个方向已经很明确了。接下来要走日线级别的拉升，我觉得这个概率呢要更大一些。如果行情走坏，那它第一个。 要解决的就是实体阳线的下边框要给我跌破，这个时候出现了，我才能称之为行情空头力量比较大，我们要注意风险。如果这个点位不跌破的话，我觉得无忧。啊、呃，大家呢可以慢慢的来理解，来思考这个问题。那接下来我们还是强调一下短期的风险和短期的潜力。短期的潜力呢，这次我要提到的是机器人。 啊啊！那机器人，特斯拉呢，在股东大会上展示了人形机器人擎天柱。那机器人呢，也更像人类了。马斯克呢，要卖一百亿台机器人的发展前景非常广阔，而且呀、啊，位置非常的低呀、啊，这个板块的位置还算可以。那人工智能的下一个浪潮将是巨身智能，对吧？我们强调了，全新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将开启人工智能的巅峰。那。 Chat GPT 的出现呢，是发展到了人工智能的三级跳的高度，同时呢，人工智能，对吧？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科幻电影里边的人工智能的高度了。所以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机器人板块啊，这个是作为一个潜力板块。短期风险呢，还是房地产板块哈，最近呢也是连续的杀跌。这个人民币的贬值啊，对于房地产，对吧？和这个金融啊，都是有一定的压力的啊、哦，我们要注意一下。 那这是今天啊五、呃、这个五月十八号的收评视频，听懂的朋友们呢，记得在评论区啊来一波六六六啊！那最后呢，在这里恭喜一下啊，经常关注我视频和文章的铁粉，完美的把握了四月份的节奏，对吧？确实我的文章也比较给力，四月份提到的中字头的中公国,国际四十二厘米，中柴国际三十厘米高度，那四月二十七号分享的中油资本六天三十九厘米。 如果说你是新来的朋友，还不清楚在哪里看我文章的，我再讲一次，大家平时在手机上经常用什么和你的亲戚朋友打语音、打视频、发红包的，在那里呢收技术牌、交易心，记住六个大字，多一个字少一个字都是冒充。那关注我的文章就可以了。那最后的话，祝大家二零二三年股市长虹。没点关注的朋友，记得点个关注不迷路。我们下个视频见。